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，这样太堵了。你要不信我也没办法。我信。我这个人吧，哪点都好，就是啥呢，时间观念太差，男生可不能迟到啊，我最烦等人了。这个我还不爱说重点。我说啥电话？哦，行了，你拿着，这头衫也太正了。我在这里，爱聊聊 APP 上，你看聊天高效，全是单身美女，很适合你这种想找老婆的人。什么？这也太棒了！他要是能看上我呀，我跟他见，我的表现老粗糙了。你看我干嘛呀？越看越顺眼。我脾气可不好了，我一生气就打人。当你发现你爱上一个自己讨厌人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最要命的。可是，谁会喜欢上自己讨厌的人？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需要你眼神坚毅啊！你先忍着就挺坚毅的。真的爱你。喂，你话说的特别狠吗？反正挺讨人厌的。我给你放心了，这是我今天应该见面的。啥姑娘？我怎么了？没事吗？你闺蜜挺可爱的。你过来吧，我在这等你，好吧？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嗯。终于见本人了。给自己发过去的，去办事。啊？嗯，那个，那我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问你送我归家有何用？你看咱们在爱聊相遇，只能说咱们是有缘分。你的他无言地向你尽忠。关注我，观看更多美好事物。